这里哦，哎，这里问你，题目说把化减十二等于多少？很多同学看到这里吓一跳，好不好？因为这里是联考考题，好不好？不可置信看这题，以为这里很难，又觉得这里很简单，对吧？OK， 那这里怎么算？老师建议你直接爆开就好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所以说很多同学很怀疑，老师就爆开这么简单吗？你就爆开啊！所以说乘开自己25分之一，对吧 ？OK， 这乘开自己16分之一，加上其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分数相加可不通分，可以用几通？直接用400通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这通下来这变几？ 16加上25，一是几？400分之40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开出来是根号多少？400分之441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那开出来就是20分之20嘛，所以当然就是 1.05 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哈 ，OK，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